只有恨是会更加寂寞，必须要抛开寂愿的躯壳于世上，谁人从无幻觉犯错走进死角，不再问是哪方的错误，只知道彼此都也过辛苦，请放下遗忘重重事故，尝试减轻痛苦，能再看清楚他两眼睛，能记忆起当天的高兴，能原谅他爱过每件坏事情，这种爱才是真感性。而你想他的感觉处境，能彻底张开心窝倾听，能原谅不再记挂旧日事情，这种爱仍得至今。再问是哪方的错误，已知道彼此都也过辛苦，请放下遗忘重重事故，尝试减轻痛苦，能再看清楚他两眼睛，能记忆起当天的高兴，能原谅他爱过每件坏事情，这种爱才是真感性。能接上他的感觉处境，能彻底张开心窝倾听，能原谅不再记挂旧日事情，这种爱仍得至今。